你们也来啦！哇哦，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倒数：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告诉你一个大秘密，水果冰淇淋喜欢你，美丽故事在这里，唱唱跳跳在一起，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，开开心心又甜蜜，水果冰淇淋真有趣，水果冰淇淋。吃完点心的时候，莎拉说要给我一样东西。奶奶，这个给你。哟，给我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谢谢卡，谢谢奶奶请我吃点心，所以我可以陪奶奶玩公主游戏一次。哦，这么棒啊！哦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美女狗。不要玩了，回家洗澡。你不要想跑哦，过来，快过来。嘿嘿，抓到。小怪兽船长，好险哦，谢谢你帮我抓住美女狗。不客气，你快点过去吧。乖，回家洗澡咯。对了。这个谢谢卡送给你。这是做什么用的呀？你只要拿出卡片，我就一定会陪你玩公主游戏哦。哦，是这样的呀。不知道孩子们在外面玩什么东西，我还是去看看好了。哦，那你们呢，在这边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加上三声大笑，哈哈哈！玲玲啊，在帮奶奶浇花啊。对呀，我喜欢帮忙啊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如果啊我也有啊谢谢卡给你就好了。什么谢谢卡啊？就是这个，这是莎拉给我的谢谢卡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她昨天也有给我一张。哦，那你帮莎拉做了什么？我帮她找到娃娃。
找到了！太好了，玲玲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嘿，这个谢谢卡给你。我的谢谢卡是一盒饼干。哦，原来莎拉送你饼干啊。对，我马上就吃掉了。莎拉家的饼干真好吃。好了，那这样好了，那我这张谢谢卡呢就送给你。那谢谢你啊，帮我浇花。可以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。我想你去跟莎拉玩公主游戏应该比较好玩吧。耶，我去找莎拉。哎呀，其实啊，帮助别人和被帮助的感觉啊都很不错的，你喜欢哪一种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听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机器人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故事机器人来喽，转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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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个好听的故事。静悄悄的皇宫里，所有人睡得十分香甜，没有人注意到高高的尖塔上出现了神秘的黑影。失踪的皇冠，第二天早上，守卫发现女王陛下的皇冠不见了，现场留下了一条粉红色的围巾。请问有谁看过这条围巾呢？哎，怎么好漂亮的围巾啊！女王的皇冠不见了，旁边只留下这个线索，请大家帮忙找找。哇，是用很特别的水晶丝线做的。哎，小妹妹，你知道哪里有水晶丝线吗？知道啊。向妹妹带着大家前往美丽的月光湖，湖边的松鼠们一边编织一边唱歌。一丝一线画成圈圈，努力工作才能让愿望实现。有谁看过这条围巾呢？我看过。那你们说说看吧。几天前有人来买这条围巾，他穿着一件斗篷跳个不停，身上还有着野姜花的香味。啊哈，我知道哪里有野姜花，跟我来。兔子画家带大家来到开满野姜花的花园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好香好香，我喜欢。你们看，有脚印。走，跟过去看看。所有人沿着脚印来到一间长满藤蔓的小木屋。屋子里面挂满了女王陛下的画像。我猜屋子的主人一定也是女王。这个东西像是要给女王的。赶快交给女王。皇宫里，女王陛下打开盒子，发现几件东西和一束野姜花。皇冠没有被偷，是不小心滚下去的。找到了。太好了，亲爱的女王陛下，闻一闻花，或许你就会想起我们的约定。
什么约定呢？很久很久以前，两个小娃娃一起长大，约好每年春天一起来看花。哦，我想起来是谁了。女王陛下飞奔前往开满野姜花的花园。闪亮亮的月光下，神秘斗篷人脱下他的斗篷。亲爱的女王陛下，你终于来了。亲爱的粉红蛙，真抱歉，我差点忘了我们的约定。今年的花特别香，我很希望你能过来看看。真的很香呢，谢谢你。野姜花的香味温暖了每个人的心，无论时间过了多久，千万别忘记跟好朋友的约定哦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睡觉的时候，你怪兽跑出来怎么办？你有烦恼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飞妈妈有最好的服务，请拿起呼叫器，大声说：“咕哩咕哩咕咕咕！”飞妈妈马上飞到你身边。咕哩咕哩咕咕咕！哟吼！我不喜欢黑黑怪兽。没问题，飞妈妈有三个方法：第一，睡觉前跟家人抱一抱，增加爱的勇气；第二，开个小灯，把勇气武士放好，让黑黑怪兽进不来；第三，换你来想一想。有了，我要告诉黑黑怪兽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你，任务完成。需要飞妈妈的帮忙吗？请拿起呼叫器，大声说：咕哩咕哩咕咕咕，飞妈妈就会立刻出现哦。水果冰淇淋。快来玩吧。可是不能可是，因为我有这个。啊？你怎么会有？你送给奶奶，奶奶又送给我，陪我玩吧。啊，好吧。我是可怕的怪兽，我要吃掉公主。冲啊，救公主。公主是我的。才不是呢，是我的。公主是我的。哦，我的。琪琪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玩好像怪怪的？不够好玩。我找莎拉来当公主好不好啊？可是她会想玩吗？一定会哦，因为我有这个。听见没有？两个小女生玩的公主游戏啊，玩的好开心啊！奶奶，哎，小怪兽闪闪去哪里啊？找莎拉。她也要玩公主游戏吗？哟，我亮亮来了，好，我们就跟着亮亮去找美人鱼，啊！我今天超开心的，等等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对了对了，怪兽，没错，这是最酷的大海勋章，是很厉害的船长才可以拿到的哦。对了对了，快乐快乐，你也想要？可是只有一个。对了对了，怪兽。交给你。对了，为什么？对了对了，咕噜咕噜对了。啊？因为大的要让小的。
真的吗？等一下，还有条规定大家也知道，小的要听大的。不信你问大家。啊，不知道，怎么可能？你们都对亮亮比较好。啊，你只是想要分享，看看就好。哦，这简单。来。亮亮说的对，一起分享才会让人家觉得很开心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吧，听歌，耶！什么呢？彩虹公主，我们去散步好了。走吧。莎拉，换我们那边了，走吧。好啦。等一下啦，琳琳，你先自己散步，我等一下就回来。快一点。好啦。在忙什么？这跑来跑去的啊！我要去看看。那你们呢？帮我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哇哦！啦啦啦！安全过关。那是什么？哇哦！哇！哇哦！哦哦，还好没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勇士啊！你打动我来这里了耶！
第一关，恐龙拼图王，快快快，赶快通过火山区，只要完成大石壁上的拼图，就可以过关。先选出正确的恐龙拼图，你觉得是这一只吗？好，看好距离，跨出每一步，误入误，小心啊，别怕。好，看清楚，耶，很棒，很棒啊！哇啊，你的动作好标准哦，耶，加油！耶，哇哦，好棒，是不是这只？没错，就是这一只，你好棒，好可爱，太好了，赶快来救我！第二关，珍珠果大餐，敲啊敲，只要能够敲出三颗珍珠果，交给三角龙，你就能过关。慢慢敲出珍珠果。你的动作都是那么标准，耶！有不同的颜色，有耶，很好。选出三颗一模一样的，看清楚哦。哇哦，你好厉害，好聪明哦！送给三角龙宝宝，他好开心，你过第二关。第三关，拯救恐龙蛋，小心穿越吊桥，转动转盘，拉起恐龙蛋，你就可以过关喽！加油！第三关，考验勇气和力气，不要怕哦，要有勇气哦。哦，小心哦，不要摇摇晃晃哦。哇，有勇气，看有没有力气，来转。这有点重哦，加油，再转。运不动，有动有动，哦，再转再转。哦，还差一点点。哦，加油，再转。好紧张，差一点点，快了！耶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是真正的小勇士。哦，找到恐龙蛋了，谢谢你，小勇士。哦，哦，哦，好。妈妈，妈妈，这才是你妈咪了。下次再来恐龙岛冒险，好不好？啊，奶奶！哎，莎拉，你来正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今天这样跑来跑去啊，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？奶奶，我在玩公主游戏啦。啊，我好累哦。玩游戏好累，你就说，哎，停一下，我先不玩，休息一下嘛。不行，他们都有谢谢卡，我一定要玩。谢谢卡。嗯。哦，那是我给玲玲的。对呀，所以我现在两边都要玩，好累哦。莎拉，来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请莎拉吃点心，莎拉为了谢谢我呢，就给了我一张谢谢卡。后来呢，小怪兽船长帮莎拉抓住美女狗，莎拉也送了一张谢谢卡给她。没想到我把谢谢卡转送给李林之后呢，两个人同时都来找莎拉玩公主游戏，结果莎拉就跑来跑去两边玩，真的好累哦。公主是我的。公主是我的。啊，我的。啊，我的。哎呦，好可怜的公主啊。妈妈，救命啊。哎，哎呦，我有好吃的点心，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啦？啊，好哎，走吧。走吧。嗯。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对呀。可以休息一下了啊！不过在我们休息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会动脑筋说谢谢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！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
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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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